怎么了？我不是手机丢了。你手机丢了？该。不是我，是一个客人来咱们店吃饭的一客人，他把手机落咱们店了，这不是他来找来了吗？这我特能理解他这心情，现在他像那热乎上的蚂蚁一样正团团转呢，咱们赶紧帮他找找去好吗？有，我赶紧走吧。至于吗？不就丢个手机吗？儿子，你还说我拿手机当命呢？你看这跟丢了魂儿似的。这人都怎么了？现在不丢个手机吗？我看丢个孩子不非就这样了吗？你懂什么呀？你知道这手机对我有多重要吗？怎么就是找不着了呢？你说。小张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这顾客在咱们店里把手机给丢了，我们正帮着找呢。这位客人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今天有事儿的话，您就先去忙，我们一会儿再给您找找。如果找到的话，先给您留着，然后您明天再过来看看，行吗？什么？明天？你真会开玩笑！别说是明天了，我手机我丢了一分钟我都受不了。您这样我们也没办法，而且我们这还要做生意呢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如果您的手机确定是在我们这儿，我们肯定给您找到。我一会儿就找一个人安排在这个桌子附近，绝对不让任何人靠近，行吗？那好吧，那我手机就交给你们了，一定要帮我找到，知道了吗？那我明天再过来吧。就不给他整，就得嘚瑟呀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家族的荣誉》。现代生活里，许多人都离不开手机。的确，手机给我们带来许多便捷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手机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多。它早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通讯工具了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场景：许多年轻人，无论是在公交、地铁，还是街边，甚至在过马路的时候，都会捧着个手机。头也不抬。手机早已成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。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，丢了手机是否也会像这位女顾客一样，仿佛是丢了魂儿？但我相信，一定有些人看到本集中找手机的场景会感同身受。小赵也是特别理解这位女顾客，因为她也是视手机如命的人。每个人的手机都是自我的一个小型生活缩影，它记载了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。现代社会有个专属名词叫手机综合症，小赵和这位女顾客估计都患上了这个病症。那么女顾客的手机里究竟有什么秘密让她不能舍弃呢？桂姐，你们现在餐厅那边工作怎么样？客人投诉什么的还有吗？最近还可以吧，就是这小赵啊，让人头疼。小赵，他怎么了？他不是像那个顾客员挺好的吗？他呀，最近买了一部手机，啊，这跟上了瘾似的，天天抱着看，时不时还冲他傻乐。这客人都有意见了，点菜不好好点。然后还经常给顾客送错菜，走路也抱着手机，都撞好几次客人了。你说这不是坑爹呢吗？那这小赵是不是患上了手机综合症？手机综合症？我前两天啊听电视新闻上说的，说这是一种新型的都市病。刚才听你跟我说的这些状态，我估计就是这病没跑。这不胡闹吗？一部手机都能让他神魂颠倒的，都影响他工作了。这还了得？不行，咱们得给他扳扳。我记得今天来咱们兴隆斋那个女孩啊，估计也是患了这病。谁能想象得到，她是因为丢了一部手机而变成那样的，魂不守舍的。哎，
你说现代人啊，他生活好了，怎么又多出这富贵病了呢？真是。哎，你说咱们要没把这手机给他找着，明天他来问怎么办呢？哎，没事儿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就不信呀，他这个病我治不好。小赵啊，小赵，哎呀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我现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。今天这个会呢，就是针对你这个手机综合症开的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胡经理，我是冤枉的，这个毛病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，那你不能老针对我一个呀。还有上次老刘他切菜的时候也拿出手机来看了看嘛。关键是他出卖朋友是吧？哎，好，小赵，我向政府汇报啊，小赵上星期五拿手机给人顾客点菜，微信发的后厨差点大厨没收到，害得人顾客嚷嚷半天，退了好几个菜。你还说我？你没嘴！这个会不是让你们互相指责的，啊？不过倒是说出来了我平时不知道的事情。老刘，你说说吧，怎么治他呀？手机没收。不，好啊，没看出来你这么……走，罢了，没收。哎，我觉得老刘这办法行。先这么干吧，小赵，没办法，你这个病情太恶劣了，赶紧交出来。来，不，来，跟我较劲，怎么着？你较劲，你不交？我的喷头大，我给他关机。老刘。你今儿表现不错，你再说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走吧，走，别哭了，走。你们经理呢？我手机找到了吗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昨天已经各个角落仔细的排查过了，实在没有看见您的手机。什么？没有找到？你们这什么老字号呀？丢了客人的手机，也丢了我的回忆。您先别哭，您先别哭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带您去别的地方找找，没准您手机丢在之前什么地方。您看，您继续在我们这儿这样下去也不是什么办法，我在这边继续派人给您盯着，行吗？哎，对了，还没请教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叫黄思思，叫我思思就可以了。我看咱们两个人的年纪应该差不多大。哎，对了，你昨天来兴隆斋之前还去过什么其他地方没有？我感觉咱们可以去那个地方找一下。其他地方？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好像听到我电话响？我怎么没听见啊？哎，黄小姐。不好意思啊。黄小姐，我是真没听见电话响，而且你现在手机已经不在身上了，这是我电话，它也没响。对哦，我的手机已经丢了，我是不是出现幻听了呀？哎，从昨天丢了手机一直到现在，已经出现过好几次幻听了。我连晚上睡觉都这样，总是想摸一下枕边的手机。没有手机的日子，真是生不如死啊。王姐，你这么看重这个手机，是不是那里面有什么对你感觉很珍贵的东西啊？刘师傅，顾经理叫你。刘师傅，顾经理叫你呢。
现在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，如果错过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很遗憾的。什么电话这么重要？现在先不能跟你说。不过手机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你能想象吗？没有手机的日子，就好像是你跟全世界都失去了联系，太恐怖了。我现在啊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我枕边的手机，然后看看朋友发的微信啊、微博啊。关心一下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。我很难想象如果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我插不上嘴，那种感觉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晚上睡觉之前我也会翻翻手机，等看完状态以后才会睡觉。哦，我吃饭的时候如果遇到好吃的或者是好玩的，我就会拍下来，跟朋友们一起分享。当然我是有那个炫耀的心理，如果只是普通的饭局那我肯定不会这么做。你还挺诚实的嘛。而且手机里还有我很多的回忆，我的照片，我唱过的歌，还有看过的小说，很多很多。我要是没了手机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你干嘛呢，小赵？也不进去干活。我的手机被胡经理没收了。啊？你新买的那个？哎呦，那你且得难过着呢。我看你玩的可开心了。哎呀，那你得救救我。哎，不，你得救救我的小四。我可不想他命丧他人之手。我怎么救啊？你就去咱们餐厅里找找，或者厨房什么的。要不我不敢去找，我找的话，我怕被个人投诉。行吧，我帮你去看一下，找不着不赖我。你这种状态，我感觉有点像手机综合症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你说的这个手机综合症。但是我觉得我还好吧，没有病得那么严重。黄小姐，手机这种东西呢，确实是很方便很便捷。它的出现呢，确实是改变了很多现代人的生活方式。但是你是不是有点太依赖它了？依赖还好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从朋友圈里面认识的。哎，还有我现在男朋友也是。我们两个非常投缘，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找到像他这样的男生，啊，你说是不是很神奇？黄小姐，手机这种东西啊，它有些功能、有些软件确实很好、很先进、很方便，但是，你也不能一味的沉溺在手机里，而忽略了很多现实当中美好的东西啊。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东西。你不这么说我还真忘了，我都忘记我没有用手机之前我是怎么活过来的了。喂，你好。你在哪儿？这儿是兴隆斋啊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啊？
哎，对了，花小姐，你跟你微信里认识的那个男朋友是不是感情很好？当然啦，我们非常好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简直一见如故，哎呀，那个感觉相见恨晚，知道吧？不过现在也不好了，正闹别扭呢。啊？怎么闹别扭了？他嫌我不够关心他，他说我看手机的时间比看他的时间还要长。他说我每天就只知道拍照啊、玩微信啊，都不看他，所以，哦，他就是因为这个手机综合症的问题，老跟我闹别扭，所以我这两天就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有病啊。然后我就请了一个专门对付手机综合症的老师，不是心理医生，来帮我看一看。心理医生治手机综合症，这管用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从网上找的。不过他说有很多的治疗方法，而且听说呀，他还在国外专门对这个项目有所研究，颇有心得，所以我就想试一试。我和我男朋友的未来可全交在他一个人手上了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，我是毛医生。毛医生？哎，不，你都病入膏肓了，怎么还玩手机？从现在开始，你的手机由我保管，一直到你痊愈，我才能把手机还给你。啊？病入膏肓？你说我呀？但这不是我手机。像你们这种病人，都不承认手机是自己的。为了玩着方便嘛，可以理解。不过，现在你必须听我的。你是说我有病啊？什么病啊？手机综合症。这是什么病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这个病是现在都市里流行的一种病，有很多人有它，但是很多人又忽视它。可是我一眼就能看出你是我的病人。啊，可是我觉得我很正常。No, 像你们这种病人都觉得自己很正常，只有像我们这专业人士、专家，才能分辨出你们与健康人的区别。啊？你不信是吧？那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特别爱玩手机？如果找不到手机，你就会没有安全感、恐惧。有点。并且吧，当手机电池快没电的时候，你会迫不及待地去想充电。对。还有，你的手机会24小时开机，当发现有未接来电，你就会有失落感。毛医生是吧？你说的我全中了，你说我这还有救吗？这个病啊，影响真是很大。轻者呢，影响身体健康；重者，会导致严重失眠、情绪低落，还有自杀或杀人的倾向。真的假的？你别吓我。你可以去查查看，经常玩手机会导致视力或那个颈椎不好。难道你就没发现你最近视力有些下降，肩颈酸痛？还有找不到手机，你的情绪就会暴躁。好像有点，我最近脾气越来越差了。那你说毛医生，我这个该怎么治啊？找手机，这老刘这在这翻什么呢？哦，原来老刘是为了看自己有没有被扣钱。
还是办公室的光线好哈、啊，姑爷。先来的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，没看见吧？干活去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没看见啊。胡桂琴针对小赵的手机综合症展开了治疗，没收了小赵最最重要的手机。小赵果然就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开始四处搜寻，可是小赵的手机究竟被藏在哪儿了，没人知道。另一边，黄思思向顾念说出了这部手机对自己的意义，她的话应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。的确，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，性能的逐渐提高，它的功能越来越多，为我们带来的便利也是越来越大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法离开他。黄思思的经历正好是一个典型代表。小赵丢了手机之后的反应，也变相证实了手机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。张扬捡到了手机，却被前来赴约的毛医生误当成了自己的病人。凑巧的是，张扬也有毛医生口中的那些症状，可见这手机综合症啊，在当今社会患病率真是不低，几乎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对手机都会有一些或大或小的依赖。正像黄思思所说的，缺了手机干什么都不方便。这个病啊，越年轻越难治。你还上学吧？嗯，没结婚没工作就很难分散你的注意力。那不过你也别着急，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。哎，你怎么还惦记你的手机呀？看来你的症状不轻啊，你还想不想治病了？不。干嘛呢？我找手机。好啊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严重是吧？我今天非得加大力度了。走，老刘。放开我，放我自由！还要自由？你上班时间不好好的工作啊，跟那个张扬比比划划，还找手机？老刘，给我绑结实点。放心吧，我绑着扣，猪都跑不了。你忘了我给你买过烟了？不提这事儿啊。老刘，你给我记住了啊，就是没有人手的时候，你再给他放了，他治不了你了。待着。放开我！大夫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这记住，这是什么货？
没想到咱们平时见到的景色里也有这么多的美好之处，我以前还真没有体会过。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呢，是需要我们用眼睛去看，用心去体会，而不是用手机。我估计你啊，平时走在路上的时候也是一直盯着手机看，根本连头都不抬吧。被你发现了。不过我现在倒是觉得没有手机，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乐趣。反正现在手机也没找到，不如我们就尝试着用另外一种生活状态，一种没有朋友圈、没有微博、没有微信的生活状态，回到最初的生活。好主意。哎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有一些老朋友，我们虽然呢平时都会用手机联系，但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了，好想去看看他们。不晓得你有没有时间？啊，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你要是工作的话就算了。没，怎么说我也是兴隆斋的经理，兴隆斋客人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既然今天决定帮你了，那就奉陪到底吧。哇，那我要谢谢顾经理了。那咱们走吧。好。别闹了。我的小子肯定在这个屋子里，你们太不人道了！顾经理救我！顾经理救我！顾经理救我！顾经理！你喊，我跟你说，就算你喊破喉咙都没用。顾经理今天不在。上帝啊，保佑咱们客人多一点，这样我就可以恢复自由了。自由？好，那我问你，自由跟手机你选一样，你选哪个？生命诚可贵，我小四儿的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个炮，走！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那好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也问问你自己的心，你是不是想彻底戒除手机综合症，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生活状态？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就给你第一条方案。首先，你要关掉所有的电源、电子设备，什么电脑啊、手机呀、iPad 呀，等等等等吧，这一些个全部关掉，远离辐射，给你一个好的环境。啊，这些东西我现在哪缺得了啊？啊什么？关掉手机、关掉电脑就这么难吗？营造一个没有辐射的生活环境，是有利于你的身心健康的。如果你闲没事做，可以学学古人。写写书法，画画画，绣绣花什么的，让自己远离辐射，也享受一下原始社会的美。画画，绣花，你知道不知道，辐射对人体的伤害是恶劣的。你看你现在的皮肤，我皮肤怎么了？毛孔粗大呀，这都是辐射造成的。有吗？可是我同学都说我皮肤挺好的。我也从来不当着别人说别人的不好，谁像我这么真诚，把话告诉你，我是想帮你，是想帮你看病，你懂吗？还有你的眼睛，眼睛怎么了？没有光彩，这都是长时间玩手机造成的，这样下去搞不好会得青光眼的。真的假的？现在再继续这样玩下去，皮肤不好了，眼睛暗了，小心以后嫁不出去。啊！不行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关掉所有电子设备。没人了，你上吧。不过警告你啊，你要再找你的手机，那就不是蒙眼睛捆你这么简单了，听见没有？
二嫂，二老爷子来给你按摩啊。服务员，点菜。一份宋撒鱼羹。哎，这他在这儿呢，你看。哎呦，他都看见你了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宋撒鱼羹一份啊。这，哎，这不就成了吗？哎，行啊，我都没看着你，你挺尖的。那是，下一个。这谁手机啊？幺二二一手机去，把我手机还我。小气呢？点菜呢？点菜呢？点菜呢？哎呦，您再多翻一会儿，再看一看啊！我饿了，我现在就要点。什么服务啊？快点！哎，经理，一号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，我这点菜的，你看，他玩手机的，什么服务啊？他有病。有病？对，我看病得还不轻呢。二位别着急，我帮你们治治他。棺材不落泪是吧？你给我去厨房面壁去吧！你顾经理，今天真的是太感谢你了，我真的好开心，好久没有见这帮老朋友了，想不到见到他们和用电话联系他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没有想到电话以外的生活竟是这么的美好。手机呢，确实是一种非常先进的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。嗯，但它看上去好像是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，但其实呢，它却是把人与人心之间的距离给拉远了。对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现在已经不去登门拜访，而是简单的发几个短信过去问候。可是谁知道，这几个短信，往往就让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。以前呢，我总是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，看来是虚度过去了。嗯，我今天就感觉非常的充实。顾经理，只是非常的抱歉，浪费了你一天的时间。您客气了，虽然说我没有什么手机综合症吧，但是今天陪你逛了这么一天，我也体会到了很多之前没有体会到的感觉。我之前还想呢，如果没有手机的话，我恐怕一天都坚持不下来。哎，不过现在看来可还行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挺好的。你今天出去一天你不知道，哎呦，这小赵给我气死了都。他还能气着您呢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今天我跟他斗了一天了，这小子对手机比对我跟兴隆斋都亲。二嫂，年轻人嘛都那样。哎，今天来咱们兴隆斋找手机那个黄小姐，我陪她出去待了一天，她一天都一直在抓我，你知道吗？都以为她那手机在这儿响。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治了她一天了，根本就没用，反而更严重了。我觉得呀，她也就是刚买这手机新鲜两天，等过一阵应该就没事了。我看够呛，她不仅对手机痴迷，那手机里层出不穷的那些软件够他玩好一阵儿的。那二嫂，您对整个事件比较了解，您觉得这事儿咱们应该怎么办？我觉得小赵现在对兴隆斋已经造成损失了，而且你都不知道今天把那俩客人气的哟。那这怎么办呀？我觉得要不这样，咱们先扣他一个月的奖金，以示惩罚。扣一个月奖金，这有点太过分了吧？这显得咱兴隆斋太没人情味了。要不然这样，二嫂，咱们呀吓唬他，说要扣他一个月的奖金，如果他不改这毛病的话，以后咱们接着扣。我估计如果咱们这么说的话，他应该就不干了。嗯，那行吧，那就按你说的做。行。嗯。哎，玉华，
今儿这洋洋怎么那么反常啊？一回来就安安静静的回房间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就是啊，我今天也没有听到他玩电脑的声音。哎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要不然呢，我还是去看看您吧，否则这心里啊老是不踏实。好，我去看看。洋洋，洋洋，哎呦喂，不是，哎呦妈，谁让你把那灯打开的？我这不是开了一个小灯吗？我这看书呢，我已经把家里所有的灯都关了，手机也关机了，一会儿到十点我就睡觉了。睡觉？这么早？哎呦，你平常不是玩手机就是玩电脑，得磨蹭老半天的吗？我这不是要回归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吗？你跟爸爸不是一直希望我作息规律吗？不让我玩手机，不让我玩电脑，现在我学乖了，你们怎么反倒不适应了？嗯，这事出反常实在让人有点接受不了。哦对了妈，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，以后啊我觉得我们家一回家就坚决执行那个关机制，嗯，还我们家一个无污染无辐射的健康美好家园。哦，这事儿啊我跟你爸爸他们商量一下啊。那什么，那你先休息吧。那你放心啊，你这个指示我一定传达到啊。妈记得早睡觉健康生活啊。好好好，那晚安，灯我给你关了啊。啊，哎呦这面膜。不行，今天这洋洋啊是有点反常。我一进他那屋啊，哎呦，屋里黑咕隆咚的。他既没玩手机，也没玩电脑，而是早早的睡了。他还有个提议，说咱们家要实行关机制。你说奇不奇怪啊？这是好事儿啊，这又环保，对身体还好。以前啊，我看他整天就玩电脑、玩手机，我特看不过去。可是，可是什么呀？没事儿。别瞎操心了。洋洋，洋洋，这孩子起这么早，还写上小纸条了。我去兴隆斋了，这龙写成这个龙，这是提笔忘字。上，来来来，站着站着。你知道你最近表现怎么样吗？我，顾经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给来个一刀痛快。行，那我就满足你的要求，实话实说。最近啊，经常有客人反映你工作态度不认真，我想这个事情二嫂应该和你说了吧。所以呢，我们几个人决定扣掉你这个月的奖金。如果说你手机综合症这个问题还改不掉，那下个月、下下个月……顾经理，我决定了，我决定了，我一定改掉自己这个手机综合症的毛病。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决心的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。啊。毛医生，我昨天晚上失眠了，我觉得我没有手机真的不行。我昨天晚上感觉都出现幻听了，明明我手机关机了，可是我一直听见有铃声在响。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第一天都这样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是不是按照我的吩咐去做的？我有啊，我回到家以后就把所有灯都关了，所有电子设备也关了，只留了一盏小小的台灯，是用来看书用的。对了，好多字我都不认识了，然后提笔就忘字儿，字儿还写特别丑，歪七扭八的。我觉得这就是您说的，经常用手机打造成的。你已经进步很多了，你只要按照我的吩咐一步步的来，迟早会治愈你的手机综合症的。可是毛医生，从昨天到今天，我没有手机，我真的感觉特别难受。你说是不是我症状太严重了？不用担心，只要你按照我的吩咐，
不久你就会治愈你的手机综合症。你放心好了，我是主攻手机综合症的，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治愈了数千患者。你的这个病症啊，只是小 case。 啊，那就好。点菜，服务员。我点一个这个砂锅牛仔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再联系一些事情，黄小姐，那您今天？我今天来呀，是特地感谢你的。我觉得你简直是拯救了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的好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只要是平时的话，这个时间我肯定还赖在床上不起呢。听到您这么说，那我也挺替你高兴的。我现在觉得没有手机也很好啊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今天呢？我打算一会儿去图书馆看看书，然后去电影院看看电影，晚上再去公园散散步。那你不找手机了？好不容易安静下来，就让我自己安静一段时间吧。手机呢，过段时间再去买个新的好了。在顾念的帮助下，黄思思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，没有手机，反倒生活得更加从容了。她也找到了平日里经常忽视的诸多美好。与此同时，张扬也在毛医生的劝导之下，同样开始了所谓返璞归真的生活。不过怎么看都觉得张扬的做法似乎有些过犹不及，不太靠谱。毕竟现代社会电子设备的便捷早已深入人心，让张扬一个年轻女孩舍掉方便快捷的工具不用，回归原始社会，虽然用意是好，但是时间一长，反倒是一触发张扬对手机的渴望。张扬手部的那些小举动也证实了如此，小赵屡教不改，甚至抢走客人手机这一行为，终于让顾念意识到手机综合症在小赵身上的危害了。顾念为了治好小赵，骗他说要扣掉奖金，那么小赵的病这次会治好？张扬的病情又会怎么发展呢？最终，黄思思、张扬、小赵这三人，他们的病情会走向何方呢？黄思思的手机又要如何找到呢？